记得看到我们那个项目所在的位置，这边伊斯坦布尔，这边是老城区，然后我们是在老城区的北面，项目这边。它到老城区车程不到10分钟，这边是O2高速公路，可以直到新机场。这边有个体育馆，然后这边是有4所国际学校，马斯拉克商务区、莱蒙特商务区，然后北面就是这一片，就是我刚才说的自然原始森林。对，所以咱们这个是位置非常好的一个地方。这边是咱们的一个亚马逊的视频。哇！挑高呀！感觉非常好。可以来下单吧，谢谢老板娘。我预定协议准备好了。谢谢。这样就是，因为咱们这个楼盘卖得非常好，所以好多房型已经卖光了。这个亚马逊是4+1的户型，他找了一个大户型做一个亚马逊，但因为4+1的房型卖光了，所以亚马逊也卖出去了。现在有个3+1的一个亚马逊，等会我们去看。然后我们现在在售的只有那个大开间，大开间和一居室，就是大开1+0和1+1大开间一居室。喜欢对，就是房型少一点，但是我们交房的标准就是也是这样的，但是没有家具啊，家具要另外买。你做前一批。这边的话，这个天喜国际的话，针对中国客户有一个政策，整个政策就是3年托管，然后这3年托管里边的话，租金收益要给我们，但这个收益的话是打在那个房价里面，所以就是房子是有折扣的，如果。打下折扣之后的话，天喜国际这边的房价是平均每平米在3200美金到4000多美金左右，3200到4000多，对。